第二十一题，请以接触起电的方式依序排出玻璃棒使金属球带电的步骤。我们一样先需要有一个不带电的金属球，然后呢，我们要让一个带电体靠近它，要接触起电，所以它必须要最后能够接触到。接触的时候，我们的异性电会中和，最后变成同性电跟它互相的排斥。然后东西移开以后呢，我们导体电荷会均匀的分布，所以我们的次序是己、乙、庚、辛、丁。所以第二十一题问我们说，请以接触起电的方式依序排出玻璃棒使金属球带电的步骤。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己、庚、辛、丁。